什么样的商品能够日卖千颗，在网络引发团购热潮，让大人小孩都爱不释口？今天就让我们来到台南府城，为您介绍这一家浓郁香醇、以天然健康概念所打造的手工鲜奶酪吧。外观就像婴儿肌肤般一样白嫩细致，像布丁般滑顺的溜进嘴里，浓郁的奶香便在口中扩散开来，尝起来不甜不腻，反倒是有种清爽的口感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而追溯品牌的创立缘起，则是来自于本身就是奶酪喜爱者的黄董事长，在一次的旅途中偶然品尝到令他难以忘怀的极品奶酪。不小就喜欢食品，好喜欢吃，有一次在欧洲旅游，看到这个类似奶酪的这个产品，当时我不懂嘛，我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啊，我要那样吃起来那个在嘴巴那个滑润那种感觉，哎呦奶香又不甜，那你吃起来很健康安心，我就去年就想成立这个奶酪来制作。因为这样的机缘，我们才有机会吃到这样天然健康滑顺浓郁的奶酪。不是为了赚钱，赚很多的钱，我们是要给消费者感觉吃到我们的布丁是非常完美的，维持我们要有健康，然后吃起来甜而不腻，滑溜清爽，让你有幸福那种感觉，这是我们要求去做的事情。每种口味老板都坚持用最好的原料，细心的去做调配，让消费者能吃到最完美的口感及滋味。这个是巧克力的，我们制作的是巧克力。现在我们是加温，那我们都是隔水加热，因为有乳制品的东西隔水才不会造成牛乳的一些焦化之类的东西。所有的奶酪产品店家坚持以纯手工打造，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更健康更细致的美味。此外，店家对产品的用心更可以从一些小细节中观察到，像是产品上都有清楚标示保存期限，产品外盒也是用较好的 PP 材质，可耐150度高温，不会产生毒素。制作好后立即送入冷藏，起码要冷藏6小时以上，否则中心部分的生菌生长较快，对人体也不好。厨具一定清洁杀菌，场内也会保持整洁干燥。这样一丝不苟的用心与把关，就是要让消费者能够安全无虞地享用奶酪。店家在产品包装上更是别具巧思。我们是委托专门设计的，那我们要凸显我们每一种口味，我们都用每一种颜色来代表，那感觉起来会比较五彩缤纷呢。用视觉来牵动味觉，让消费者看一眼就会被吸引过来。而这样的美味在哪里可以品尝得到呢？目前店家在台南的据点，一是位在安平工业区的总店，知名百货公司也有设柜，还有安平老街也可买到，其他区域的民众亦可透过网络宅配的方式来做购买。往往办公室一发起团购，500-600个可是跑不掉的呢。大家对于店内奶酪的喜爱真是不容小觑，有多受欢迎，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。是在网络上看到，觉得给小孩子吃的他都很喜欢吃，一天大概都可以吃个这样。滑顺啊，然后不会太甜，像外面有些布丁会太甜，吃到最后就会不想吃。可是这个不会，就是想要让你一个接一个吃。我们 very good, very good, it's very nice, 很好。他们布丁都很好吃，所以我一次还可以吃2个以上哦。贫困出身的黄董事长，在推广奶酪美食之余，也不忘做公益来回馈社会，所以便提出消费者买一个，店家就捐1块钱给弱势团体的理念。我做奶酪呢，是要给人家幸福。给他幸福，你一定要多一份爱心。我们提拨那个1块钱，一颗1块钱，来赞助学校那个弱势族群或是教务中心。未来老板的研发动作将不会停歇，要把最好的奶酪美味带给消费者。有机会来到府城，别忘了品尝一下吃了会让你感动的奶酪哦，或者透过宅配，在家
就可以一饱口福，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